第39题，若将凸透镜换成凹透镜，则甲乙丙丁戊五个物体，哪几个物体无法在屏幕上成像？无法在屏幕上成像就是虚像，凹透镜只有一个像，就是正立缩小虚像，无论它放在哪个位置，所以我们的甲乙丙丁戊都会成正立缩小虚像，都无法在屏幕上成像。第39题问我们说，则甲乙丙丁戊五个物体，哪几个物体无法在屏幕上成像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、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。